来，先看这个。咦，它很烂哎、欸，它本来那个。这个就是去澎湖玩，然后直接掉到上面的。大家看到啊，相当悲哀。不过蛮厉害的、啊，原厂保护贴它已经有。它那个很烂，你看一张纸一样很薄，像一张纸，但是它已经有帮你扛住这个破掉的部分，很厉害耶。哎，你撞到地上的时候，它是没有破萤幕的，所以原厂保护贴算蛮厉害的。但是它是一张纸哎，对，很可笑啊。这样子就能够帮大家扛住破掉的，扛住那个石头撞到萤幕的这种破掉的几率。嗯，来，蛮厉害的，就这样一个点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换张新的，这个9H， 给大家看一下。希望是对的咯，希望它的大小没有再错了，上一次送错、哦、这个误差差蛮多的，看这一次有没有误差，看看会不会再误差，如果有误差的话就没救了。哎，它这次没有了，哇，还是那个无边框的哎、哦，我那个要用啊，太厉害了，没有满版，为什么都不满版，不过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不满版，因为原本是那个边框啊，有满版，哎，好，这个可以。笑死！来看看你的巧手会贴几次手？哎、欸，我上次很快，好不好？笑死！你现在上面有那个有粉尘，这种就是不会有粉尘的湿纸巾，很棒，几乎可以让你一贴就成功。然后现在硬面的好像更好贴。哦、oh, ，就是现在这个镜面是硬的、啊，嗯，就是 它那个纸的话越薄越难贴，哎，薄的很难贴。我们以前都是贴薄的，然后超难贴。哦、oh. ，所以贴这个、哦，他们会偏关机，因为等一下萤幕会一直亮起来。哦、oh, ，懂了，会影响你。对哦，你不讲我都没有想到哎。嗯，太厉害！我是很。觉得我自己一定会成功的，我放心。很自以为的，你确定你的面是对的吗？对啊，就这一面啊。没有，我是说那个上下、啊。它一样啊。太厉害！怎样？可以。真的好。这样也可以啊、哦。哦哦，有没有泡泡？比较歪这边，但是我没擦。没有泡泡哎、欸。太厉害了，一次成功。那它歪这边。什么叫歪这边？因为是、哦，对啊，有一点点歪。但是我看加了保护壳，看看加了保护壳会不会比较。对，要先加保护壳才是重点。好，这样啊。那真的是有一点勉强。没有，我觉得可以啊。会不会影响？不会。哎、欸，不会，刚刚好哎。对啊。就是因为它这里本来就有一个凸面的。嗯。那还可以。真的好。嗯，一次成功。你看现在贴保护贴硬板的这么简单，你觉得它应该再宽一点，还是要再宽一点？嗯，九 H， 你说买这片多少钱？哎，六十几块很贵。六十几块，很贵耶！太厉害了。好，来到这里哦，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当简单了、哦。